我超爱的一家轻食甜品店，这个没吃过来一份，这个我超爱，必须来一份。这个是杏仁烧，燕麦杏仁烧，这个是我没有吃过的，黑糖桃胶的，还有红枣啥的。哦，这个杏仁味道浓浓浓浓的，超浓郁超浓郁，像豆腐一样。嗯，太好吃了，超喜欢这个杏仁烧，很浓郁很浓郁很浓郁。嗯，入口就是像豆腐一样绵绵滑滑的，很浓郁的杏仁味，我超爱这股味道。上面是燕麦颗粒，嗯，关键他们家的东西都没有什么糖，所以吃得很放心。尝一口这个热的，里面有桃胶、燕麦、桂圆、大枣，还有西米，有一丝丝姜的那个味道，哎，很香。这个稍微甜一点，但是也好吃。这个冬天辣丝的，尝尝。我好像还是更喜欢吃这个，这个杏仁味太爽了。嗯，杏仁和牛奶的那种完美结合。